日本卫浴品牌在台北旗舰店举办了新品发表会，因台湾中古屋翻新的需求，特别推出厨具全自动马桶系列，外形绝美，内在极尽革新，结合科技美学与健康节能，创造舒适的感官体验，来满足台湾感修市场的风格，并且邀请了设计师分享运用系列新品，体验高质感的卫浴文化，打造静谧的私人空间，让卫浴时光也是一种享受。 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。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，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、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，更多的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